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久违的来拆封一下鉴定卡，就是总共有三大盒，然后老卡、新卡都有，但大多应该都是老卡的鉴定。我们来看一下鉴定的分数吧。数量有点多。上一张看，这个是 Jordan 的七分，96年。然后再来是 Iverson 的 Skybox EX 2000，8分。这应该算也是当年的 SSP 了吧？这个是 Topps Crown 的 Jordan， 8分。Kobe EX 2000的，1996年的，这张现在好像也有个几千块吧。我就尽量快速带过来，因为数量有点多。姚明的签名，9分，新人，这是新人签吧。然后这是球弟的，10分呢。球弟的油画新人。Anthony Edwards 10分 ，Hardaway 9分，这是 Abdul Rahim 跟 Jason Kidd 的签名，8分。这是 Kobe 97年的 SPX， 96年 Kobe。2张，一个7分，一个8分。然后这 LaMelo 的9分，也是 Kirk King 的。这是 Garnett。Copy Z-Force Copy 6分 7分，这个脚都磨坏了。9分 Ultra 的 Dream City。8分，这都比较常见的，我就带过。然后这是 Ray Allen， 8分 ，Allen Iverson 9分 ，Kobe 6分。8分 ，7分，这都是他比较常见的 Kobe 的新人普卡，10分。6分，8分，6分，8分。9分，这
像当时我也是剪辑挖上了七分而已，五分，这个是歪掉了吗？看框笔歪掉，七分，啊，这张特别，很特别，底片八分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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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。八分，八分，哦，十分呢？六分，七分，六分，这张应该，这个六分。九等，八分。多的，九分，好，第一盒结束，先暂时放这边，再来我们看第二盒。Kobe 的六分，六分，六分。这个应该是我的快攻 ，Luca 十分 ，Jalen Jackson Jr. 九分 ，Allen Iverson 六分。七分，加纳森·库明加九分，迈克尔·乔丹，这是 Garnett， 乔丹，乔丹八分，八分，九分。十分，塑胶卡。八分，七分，八分，七分，七分，九分。八分，八分，六分，六分。六分，七分，七分，八分，九分，七分，九分。厚的 ，LeBron James， 八分，八分，六分，七分，Luca 十分。这是三十五的，九分，四十九，应该不是我的，七分，七分，九分。
最后一声。八分，7分。八分，7分，9分。8分，9分，8分，7分，10分。7分，7分，6分，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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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。好，就到这里，拜拜。